牛大哥，嘿嘿嘿，嘿，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？嗯，你是孙悟空？正是正是，嘿嘿嘿，你方才怎的还愣了一下？嘿嘿嘿，因为你笑得像个清澈又愚蠢的大学生。嘿嘿，你是？我是真人配音版孙悟空，来听听我的笑声。啊，这机智的笑声才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。师父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我要留下珍珠般的眼泪打湿你的袖口。呜呜呜呜，你这个哭声听上去还挺开心的。八戒，你评评理。哎，贤弟啊，只要你向着我，我就把赚的钱分你一半。我如今可是霸屏各大 APP 的第一男生。那老猪当然是站真人配音版猴哥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猪也是猴哥配的。小 AI 分裂配音你不会吧？我一冒了，我去听慧儿鸡汤冷静一下。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跌倒，而是从来不敢向前奔跑。你要么出众，要么出局，活出耀眼且丰盛的自己。把这手机给我砸了，什么档次，跟我用一样声音。啊哈，我的声音怎么会跟你一样呢？我的声音如此温柔。咋就不一样了？算了，讲屁话没有用，我让你开开眼。今日话题，我的声音也能如此温柔。人的一生有些事就是意想不到的，比如这个 AI 声源就是我配的。你没猜错，我就是那个撑起了大半个 emo 圈的男人。不是我撑起来的吗？想看更多搞笑视频、神仙配音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怀秀帮吧，下期再见。